哺乳类里面，就是猪是很容易被禽流感感染的，病毒在猪的身上，在这个宿主身上会产生一些适应性突变，所以它更有机会来攻击人类。整个环境在变迁，那时候温度啦，暖化啦，还有说人类的行为的改变，可能都会影响它突变的速度。大爱二台今晚10点，今夜说新闻。